比庆、李易峰俩人街头亲吻，因戏生情，卓伟爆料在一起几年了。李庆是娱乐圈少有的气质女星，大红大紫后仍然低调谦逊认真拍戏，提起她大家都好感满满。李庆出道至今鲜少有绯闻缠身，唯有和李易峰传出过绯闻，两人的亲吻照也被扒了出来。李庆的演技很好，拍过的电视剧也有很多，但是一直都没有大红大紫，主要是因为她平时谦逊低调，从不会为了博人眼球进行无中生有的炒作。出道至今，合作过的男明星有很多，但几乎都没有传出过什么绯闻，唯有和李易峰之间的亲吻照被网友津津乐道。李庆从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到如今的收视女王，而她的演技如何大家心中也清楚。而最让人关注的不是她的演技，而是她那婀娜多姿的身材。某粉丝得知她经常喝屈原茶，做法在淘宝上就找得到，然后跟着弄了一个月后，发现肚子的赘肉少了一些，粗粗的胳膊还小了一些。李庆和李易峰因为合作出演电视剧而相识，在剧中饰演的情侣感动了不少网友，两人之间似乎也因戏生情，私下里的关系非常密切。两人均态度模糊，这段感情的真假无从证实，但是期待二人在一起的网友称他们为情风恋，一时间成为了当时呼声很高的荧屏情侣。虽然两人一直没有承认过这段感情，但是他们在剧中塑造的荧屏情侣却温暖了很多人，让人们更加相信真爱的存在。李庆在今年通过饰演一部热播剧中的女二号，用自己超高的演技圈粉无数，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流量小花，期待她带来更多的好作品。